回去给你道个歉，这些弄的。我的喜庆了，舍弃了吗？我还是走吧。 喂，你好，我们这里是招商银行。怎么了？你找我什么事？您的卡最近在重庆消费了148万。 请问您最近购物了吗？怎么了？我的卡不能消费啊。由于您消费的金额巨大，我好像需要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。请问您买什么了？我买大熊猫了。买大熊猫做什么了？让我给炖了，这肉不好吃呀，塞牙呀，明天再买个骆驼尝尝。你别笑，你是真他妈能吹牛逼呀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。导航，我要去相亲。 请问你去哪家相亲？最有钱的那家呗。是不是女方说她家资产过亿，有百辆豪车，就想找个门当户对的那家？对，快去吧。放心，我目测你相亲一定会成功。我这才千万资产呢，能门当户对吗？怎么不门当户对呢？你看你俩，一个比一个能吹，送你一句西安话，你就是一个瓜皮。哎呦我的妈！ 哎，怎么停车的？开个破车，赶快挪开！ 啊。